就是表现出了不俗的水平。哦，一个虾劈腿，嗯，很突然。哦，日本选手的一个组合拳也打中了，是比较差的，弱了一点。对，好，重拳击腹。他也很适用这种打法，所以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运动员多打一些，介绍选手的情况。哦，怎么打伤了吗？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比赛结束了。你看清楚怎么回事啊？拳，可能是眼睛。宣布比赛结果 ，Red Corner 白进兵，热血我青春，格斗迷热血我青春。大家好，我是方便，我是一龙，我是王洪翔 ，I'm just Guy Fighting， 香岛修一郎，我是魏瑞，邱建良。观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微信搜索格斗迷，别忘了加关注。Thank you.